拼四个，哎，我拼怎拼不过啊？不能去，我拼成这个废物，兄弟们，他妈过去又送一波单，哎，好伤！哎，还是应该恶心别人，就你不恶心别人，别人恶心你呀，兄弟们。本来我巡视了这把不反野了，但是你他妈不反野，人家恶心你，你看见没有？不能对敌人仁慈，对敌人仁慈，对自己残忍。这一砸碎他妈的，就想这样玩。这波舒适去上了抓这个剑姬吧，剑姬没闪了，得了文艺没闪，对敌人仁慈就对自己软弱，兄弟，他妈的，一砸碎他妈从上面出来，从下面进，为什么？好吧，算你狠。确实溃不野区，而且我还没办法换回来。因为这个逼盲僧有眼，在我野区，这个地方都有眼，不管直接去。我让竞技士兵直接白眼偷到蛤蟆。生命中扮演的角色太模糊了，跟我来玩呗。有想要装备吗？他妈逼的玩数值是吧？完了，玩数值他妈逼何止？老子把他分身挡，他给我站撸，他给老子玩数值，你知道吧？哇操，搞心态，哎，完了完了，老子被搞一波，有点他妈恶心了。主要是我们家野区还留了一大边眼，搞得我他妈哪里去不了。又闪了，没机会啊。这是干嘛呀？别吧，得救他一下。哎，这里走的东西，这里没闪，得去。我操，这维恩！哎，维恩！我的这维恩，他妈这样打节奏！龙王有 TP 的，掏一波，他全是眼，偷不来。踢过来，没办法。但是我也看到了一个机会，这盲僧不是我对手。这让我看到一个机会，这盲僧不是我对手，他是一个比较固定思路的玩家。这样的话，像间接性的告诉了我，这把要赢。直接下河蟹，然后去他 F6。我这边又有睁眼了，全他妈是眼，直接点盒子去进野区，绕开这个睁眼，这里比睁眼在这个地方，从龙王出来的角度可以看得出来，拉过来，默认盲僧在吃这个虫子，泰坦过来在虫子这边吧。然后河蟹，河蟹被德莱文打了，没特别好的机会，只能慢慢来。这波上路可能会被针对一下，他在走。我没事情干，是因为我们前期太弱了。被搞破野区之后，妈逼英雄就很尴尬了。不然盲僧他前期爆发很高，可以随便抓的。他他妈打老子都不需要去 Q 到我。盲僧这个人没大招，没闪现的，但是我们留不住，有睁眼的。踩到这个地方，能魅惑了就能杀。
一波助攻。妈玩数字你就没办法，遇到这种英雄进来，这是比较经典的这种开局吧，应该是。这维恩不能不管，小拿过来，看死人在不在，不在了。这波回家盲僧要焚天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的节奏在小龙上。见面就干，这龙还没闪，直接去把他抓一把。这边没有睁眼，我们就可以抓他。没机会。我这波钱不太好，回家再贪一波，升个六级得去砍小龙了。盲僧应该是焚天了，焚天的话压力很大呀，你这龙也得给了，没办法。然后我这边有眼，我需要你帮我兄弟。哎呦，帮不了我啊！盲僧应该是半个焚天，如果是半个焚天的话还行。一个焚天的话，这波就什么也干不了了。他们泰坦没有带刀，没有服装，说明这个地方是没有眼的。但是可能是有睁眼的，我们直接回家。这把的话，以打节奏为主吧，那就。A 闪，直接公主鞋跟他比节奏。很强了，直接公主也比节奏啊！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偷鸡机会了，这把就看着狐狸打，跟着狐狸玩。狐狸这边是最好抓的，上中都不好抓。对面打野比较，他的节奏比较固定，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猜到的地方，多点点信号就行了。泰坦嘛，这盲僧焚天我打不了他。看这盲僧老子要抱头鼠窜，赶紧过来把眼排掉。没有睁眼，我这个地方应该是有假眼，但是你还是得去。这一波是丢失盲僧的位置，但我认为他应该不可能错过下路，他应该不可能会错过上路，我说实话。别让他 A 被动，可以把鱼丢，没好好起身，然后我再躲一下。哎，他分天了，这不很难搞，快跑！闪现躲 Q 溜了，会丢 Q， 闪现拿开啊，不闪，没办法，这不知道盲人在，杀了个剑姬杀太慢了，连着盲爆发 QAQ 直接死，没操作空间，什么救不了 ，QRQ 直接死。这虫子他妈老子也打不过他，他现在有走我们看不了，这波刷下去，然后继续上路保一波，不能他被越。高难度的劣势局，属于一个英雄克制，然后又是他妈版本，刚好是版本两个很微妙的英雄，打他们盲僧就属于你要么优势很大能发育，你要不然就得裂开，这虫子去不了，他不来上路我们就得走，打太慢了，这种兄弟。打太慢了，打快了可能会直接越了，我不能走啊，可他妈走了要记啊，不能走，争取抓他一波再走。可以确定剑姬没闪，那这一波还是可以抓一下，剑姬没闪，抓完他这波再走。剑姬有提亚马特，他必须得推荐。他没闪现，我们抓不了走，我没有办法。
因为我们人肯定是下路一定抓不了，我不去上去就去中了。哎，我的那个800块钱好僵硬，那买不起这个。那老子不买他妈工作鞋，他妈又没用了，你知道吧？我买工作鞋是为了抓人，不然这把就报废了。前期太倒霉了，这盲僧他妈很鸡巴倔的。闪现了，快跑！得先撤。他们怕都不怕，直接 Q 我分身，啊，直接 Q 我盒子，马上没闪现后退。我刷的，你可以看到我刷的非常的慢。他不小心，我就完全惹不起。但我一定要吃野怪。我三郎应该是没了吧，他从三郎里面出来了，看一眼还行，上路没有白帮，打得出优势，赶紧回去吃下我野怪，别妈嘎着这了，你别来抓我了哥，把小龙给他，我们这波直接去对面偷波发育出来。偷一波发育，你看到这个盲僧的节奏在哪里？全在我这边，哎，我跑了。那这个逼盲僧节奏全在我这里，就是在我上哪的节奏。盲僧没闪，哎，果实把他赶走，别让他过来找我们。我只在这种前期劣势情况下，我只能他妈把资源全放给他，就是为了错开跟他的节奏，避免他现在抓我队友还不一定好抓，但他抓我他妈巨好抓，因为他杀我只需要到我脸上来踢我，然后 QQ 我就死了。所以我们比较尬的，尴尬的，比较尴尬的一个对局情况，这种局势吧。妈的，东西都给他，然后我这波还又差100块钱，我真的难顶。再打这个，我们差100块钱，我想，哎，不过剑姬也闪现了，我想搞点兵线吃一个，必须得回啊！哎，完了，我他妈装什么？虫子，给老子吃1块钱。好吧好吧，蚊子不要站在同一排，防止他踢到嘛，就是这就是我们国服玩的特色，就是很鸡巴装，就老就我他妈劣势老子都去了野区，赌运气嘛，赌运。中线先清了，中线一定要清啊，咱们现在是经济来源，等我看情况是买暴击还是出肉，啊，还是出那种防御装啊，夜之风刃那种东西。哎，炮走漏了。来个收集者先。这把对面阵容不灵活，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位移。不需要买移速，你直接出暴击也行，但是出暴击很穷，对吧？穷的像条狗。但是我们现在还不算优势啊，只能说好起来了，有一战之力。最重要的还是看下波小龙，下波小龙能拿下的话，这把就算是拿下了吧。
伤得我不好看啊。还行，他走了，我们摆个盒子。你马上远一点啊，不要看着等级领先回来，他11级我们12级就好起来了。现在只能说什么能打了，他半血我能打得过了，满血该跑就跑。好像就是德莱文从装备上来看比较好杀，龙王还有闪现记得吧。所以这波刷完我们直接看狐狸这边，狐狸这边有个好处什么呢，我帮他打不过可以跑，我去文员那边打架的话打不过跑不了，而且狐狸这边进攻性更强一点。文员那边属于是打起来你就得打，你是跑不了，但是有坏处，就你抓完这边这个大龙可能有点危险。怎么他妈龙一个眼都没有，兄弟不会吧，惧怕。 OK 没打，很怕对面打龙，我带个针眼。下装备的话我们买他穿甲可能好一点，开龙了。完了，来不及。哎，我被勾，怕被盲僧秒了。先看龙王，跑掉了。能吹吗？这 A 反，吹一下，追不了。杀四个还行吧，这波算是为我们下个小龙。奠定的给了一点机会，虽然大龙丢了，但是没关系，算是给我们小龙奠定机会，不能被勾啊，被勾很容易被秒，因为盲僧踢过来，你妈躲都躲不了，那不能，千万不能小看别人伤害，那这版本除了小丑，他妈全是爆杀流，妈他妈踢过来，我感觉我他都不需要开大招，我就要被秒，太惨了，太小龙。拿到小龙我们就很大概率赢了，就没凑不起龙魂的话，龙王是没闪现的。龙王是没有闪现的记得吧，刚刚闪现用了。好，去对面看能不能拼个红 buff， 打不挡钩，先后拉，这波目标是红 buff， 龙王没大，平衡过来，哎，龙王没闪，龙王没闪的，怎么上啊？大直接开被踢走，点了一发，没踢，得避得避，兄弟，赶紧避，赶紧避。啊，都得走。哎，我们避了回去，把上野去守一守。哥，别打我野怪，回来把野区守一守，不要给他吃野怪。我大穿甲其实可以考虑不买，但是线刀这装备不厉害，可能只有在很小很小的情况下才会买线刀。因为仙刀可能都不如绿茶加移速更重要一点，仙刀是个，应该说仙刀是个很怪的装备，你说它没用吗，他妈他加 CD 有用，但是你要买 CD 的话你还不如买三刃，因为三刃比三更高，只是它多个暴击几率，但你要暴击几率要，那你可能要移速的话你又不如买幽梦或者是绿茶，这版本三这版本仙刀没怎么用，像那边这么肉的话我肯定会直接大穿甲吃这个巨人杀手特效，他闪现还没好了，
没闪了。大龙六分钟，他闪现应该五分钟，还有一分钟。好稳。大穿甲吧。现在没用的原因就是因为小紫近战，近战他妈吃东西太多了，我 Q 过去我一定要伤害，要不就我他妈 要碰到他，比如说移速或者攻速。这版本一刀秒不了了，相对没用，但你要能一刀秒的话对吧，那相刀就很厉害，你能拉扯等第二个 Q， 现在不能一刀秒，所以相刀不厉害。你要爆发够的话那不需要相刀，爆发低的话妈要吸的话也没用，就上个版本一样中规中矩的爆发，那显得就很好，留着第二个用，第二个 Q 上。对面龙王的大招好，闪现好了，而且是银焰，而且大招是那个天爆了，已经加强大招了。这波要小心点啊，加强大招对我来说很讨厌的，我就很吃一个第一波进场。先往后撤，能救到吗？这个钩不妨挡了，隐身过来。回乱没闪，别拽了，等 Q。剑姬没闪，无言也死了。到这看，打不了。把野区稍微吃一吃，德罗没闪现。大龙四十秒钟也去掏一下，我们大圣甲了，大圣甲先买了这书，因为我们一刀买不了人，就是你基本上贴脸你肯定能打出三刀，因为我们如果是一刀秒的话我们第一个就能上，但是现在不能一刀秒了，所以我们变成了后手，就是一个攻击进场顺序的转变导致相刀这个垃圾装备，因为我要冲过去只能打一套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比如说我冲过去我要杀对面这个龙王，他没技能了没闪现了，但他满血，我他妈一他一刀绝对不行，我他妈要一直一刀跟冲了三刀 A 出去，那你要 A 三刀的话那幽梦就相刀就不是好装备了，相刀是你只能 A 刀就很厉害，懂什么意思吧，就是说你如果说我要 A 三刀的话那我买点攻速可能更好一点。哎，别贪，德莱文没闪现了，下波我可以看看德莱文。哎，在开龙了，我一个人打了，我去正面没用啊，兄弟们，所以我就自己打吧。打这么快，我们去正面没用啊，别打了。搞清楚自己的英雄的那个级别，这种他妈。他们一个技能就世界末日的英雄啊，你妈你个逼，你他妈是泰森你都得往后扫扫，知道吧，我们是泰森，你妈一对一的时候还可以打团的话就算了，打现在过去龙被偷了没办法，这把就给你展现了，这把就给你表演了一把从劣势到优势该怎么处理，怎么样去混局势，这盲僧七杠零，七杠零开局直接变成七杠六，只能说稳住也是一个学问。怼墙上，哇，这都能怼墙上啊！哦呦，感觉距离离墙还有点远呢。一刀一刀，好痛！哦，装逼了，被灭了，兄弟！掩护来，过来凑人数。配音啊，到了，到给大哥啊，差点干，把你干干零了。给那个盲僧扯住掩护，背刺你。然后打他跟刮痧一样，那比蓝盾一出之后，拿下，只能说这把就是给你们教你们怎么混局势，知道吧？有时候怎么样抓人，比这种怎么样混。